中天耀，他怎么来了？中天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想干嘛？我就是想带着我的未婚妻离开。我爱的人只有司徒烈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这是事实。那又如何？ 只是你爹和我爹之间的承诺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答应过。天耀，我劝你，还是放弃我吧。我这辈子就只爱司徒烈一个人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司徒，我们走。你们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如果你今天非得要带我走，我一定会在你喷我之前，先自行了断。可心，你什么时候藏了一把刀啊？其实我早就料到，会有人来阻止我和司徒结婚的。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。把刀放下。我是不会放的。你想对我强取霸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这一辈子。 我只嫁一个人，就是司徒烈。快让他们退下！可心，现在你看清楚了吧？如果你真的要拆散我们，结局就只有一个。林子。 司徒烈，不允许你们两个无视我。如果你再带着可心往前走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，那你就一枪把我打死。要不就进来观礼。如果你是想抓可心回去，那我就更加不可能把她交给你。我们既然走上这一步，我也只会带着她向前走。就算前面是万丈深渊，我们也会一起跳下去。司徒烈。